夺命刘星果然威力无比，怪不得奸诈万分的风七太爷落得如此下场。原来你没有死。我老实告诉你，五年前皇宫巨案其实是我跟风七两个人干的，可惜他不讲道义，事成之后想杀我灭口。我花无病其实那样简单，他将女儿嫁给我也没法查出我把皇宫尸宝藏在什么地方，他又用参汤下毒也被我识破，我就将计就计，故意受他威胁。其实我根本没有喝那碗参汤，我花无病根本没有病。我亲眼看见你毒发倒地，那又是怎么回事？你只看见我倒地，并没有看见我化成血水。我用人引开你，放火烧掉观星楼，至少你跟柳青衣可以证明我死了。只要我一死，风七妇女立刻会露出狐狸尾巴来。风七人称天下机智第一，我看你比他更狡猾万倍。很奇怪，这个秘密你大可以不必告诉我。我花无病做事一向干净利落，现在该死的都已经死了，你是办这件事的大内密补，一定要让你死得明白，免得你死后变个糊涂鬼。哼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。你的武功我已经领教过了，你的夺命流星也用掉了，要你的命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我忘了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我已经替你找好了葬身之处，有什么遗言临死前只要还有一口气再说吧。好，看看到底是谁的葬身之地，跟我来。